刚才野就是野猫子，这要换成我，早就暴露了。这次真的太悬了，这阿乔没救出来，又大念搞王凯欣，这回去啊，咋给队长交代呀？你们都已经尽力了，我会为你们做证明的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今天晚上杀浑水吧。什么？鬼子哥刚刚抓过你们，老兄。 你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鬼子一准认为咱们逃之夭夭了，就趁着这个乱，咱杀他鬼马枪。那救人还是炸水坝？人得救，水坝也得炸。走，先准备准备去。 こいつらをどじ込めておけ。明日大佐のもとに送り、厳しく尋問してやる。阿强是武功队的，应该审问。可是我表妹是武功的，您就饶了她吧。王凯欣は罪がないので釈放してください。あの女は武功隊隊長李坤伦の女。それでも罪がないというのか。王凯欣是武功队长李坤伦的情人，你还敢说她是无辜？ 他就是个女流之辈，您就高抬贵手，您就放了他吧。他は女の人ですから、釈放してくださいと言っています。釈放してもいい。しかしそれは李坤伦という大物を捕まえた後だ。放了他也可以，不过要等到我们钓到李坤伦这条大鱼之后。太君，你可是答应过我的，您说话得算数啊。太君。 你就放了他吧，放了他，你让我做啥都行啊！王凯欣要釈放してくれれば何でもしますと言ってます。我が大日本帝国が妥協許さん。ジョウザイは今度ふざけたこと抜かしたら前も一緒にぶち込むぞ。大日本帝国皇军效力，不允许讨价还价。ジョウザイは你再啰嗦，把你一起关进去。 队长，那就按刚才说的办，行吧？行是行啊，你们首要的任务啊，是先把大坝给炸了。可是你要说先把强子跟凯欣救出来，那再炸坝就难了，是吧？对呀，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嘛。可是他这个大坝，说话就结束了呀。那关键你现在要不救，那他们俩可就悬了呀。反正啊，都是冒险犯难的事儿，你就一块办了就完了。 那你是说先救人再炸水坝呀？对，不行，为啥呢？我琢磨过这个事儿，你要是救人的时候出了乱子咋办？那水坝也炸不成了。愣子不是不能出啊，你关键啥时候出？你先救了人，你让他出呗，出去呗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救人的时候不能出乱子，救了人以后那就算是出乱子了，正好趁他这个乱，再把水坝给炸了。对，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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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都怪我，金县的周才旺那个大坏蛋，不但没救成你，还差一点害了武工队。开心，不怪你，怪我，我太轻敌了。我就没想到周才旺会利用咱们。指导员平时老说我革命警惕性差，我就不知道我哪儿差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。 我一定提高我的革命警惕性。凯欣。
你先出去吧。是。 饿了吧？吃点呗。周彩王，你实在是太坏了。从今年起，我们就是敌人。我也有我的苦衷啊，凯欣。我也是被日本人利用了，我也是上了他们的当啊。是。我对天发誓，凯欣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明天就去问上岛大队长，我再去求求他。 你贪图私利出卖祖宗，你这样子软骨头，我永远都瞧不起你。王文新，说得好。我就是去死，也不用你这种人救我出去。文心，饿了吧？ 你先吃点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嘿，给我还钱！停。 奉蔡军的命令，我们前来提取人犯。不是说明天才押文工队员的吗？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明白，这个武工队上天入地啥不知道，万一要是知道了，那就是危险。蔡军要连夜提取人犯。混蛋，开门！是长官，快开门！ 在这儿呢，你看看吧。我们陈副队长上茅房去了，要不等他。混蛋！耽误的事儿你负得了责呀？哎，我们等着。你能让太君等着呀？快快点！你看，生气了吗？是是是。别过去，快！还有这个，这个。 这帮王八蛋一看见日本字儿，摸了。去，大家当心点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咱们是得把赵佑弄出来吧。对，走，走，走。行啊，这宝贝啥事儿没有啊？这个，阿强干的不赖呀、啊。要不是阿强，这就没了。行了，夜猫，我任务都没完成好，你别说啥呢，你这是。行。
上大巴走。小妹，人家司令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奉黑川队长的命令换岗的，有命不忘。兄弟啊，我们也不愿意来啊，但是呢，黑川队长的命令是不能不执行吗？你看看，这是黑川队长的手令，你看看吧，看看看看看看。大家，把炸药放在球棚上。哎呀，好汉将不在毛西啊，我爹都拉了八回。人呢？走了，走了。有手令吗？哎呦，这是通行证，这不是手令，赶紧给我追回来。是的。弟兄们，动作都快点，快，快！啥事儿？马上往上，马上就要过来。是啊。大勇啊！还得多久？还需要一个连的功夫。不能再快点啊！不行，这炸药必须放军营的，要不威力不够大呀。这来不及了。别慌，别慌，别慌。这，咱分两队，我带一队人先上去。把鬼子给他搅乱了，搅乱了鬼子就想不到这儿了，对吧？黑子、阿强，来，还有凯欣，跟我来，坐，坐，坐。来来，你们几个这儿，啊，部队。今天吧，彩花儿，你把枪放下，你只要放下，那就是你。你要是立了功，武工队就能放你一马，知道呗？都事到如今了，你还嘴硬？不是嘴硬啊，彩花儿，你仔细琢磨琢磨，我这是跟你说道理的，对吧？
昆仑呢？没来。真将，这个事我不跟你开玩笑，他真是没来。没来啊。好吧，那我放你们走。凯欣不能拿到日本人的手里头，今天我放你们走。李昆仑的账我以后再找他算。彩娃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得说话算话呀。啊，我也太难了。
顶天立地的男人。这帮王八蛋平日里祸害中国人，今儿个也让你们尝尝炸弹的滋味。坐。哎，张永刚呢？没事，水坝都炸了，还担心保不住自己小命啊？走，上集合点等他们去。行行，走，快点。老爷，老爷凯欣回来了。凯欣，舅舅，你这胳膊咋了？头一阵子你去哪儿了？让我这个急呀！义县。义县？听说头两天义县在抓武工队，台湾是否也参加了？你知道他的下落不？表哥回来，他回来了。听说他当了汉奸了，我不见。愣着做啥呀？让他滚！舅舅。
舅舅，别看了。表哥的样子，你看了会更伤心。伤心了啊！财旺的后事儿，我给料理。我在宗祠里给他找个好位置。二叔啊，我对不住列祖列宗，对不住乡亲们。我儿子当了汉奸了，当汉奸了。找卷席子，把他裹了起来，抬出去埋了吧。老爷，你说啥？他给鬼子打了汉奸了，就没资格进周家的宗祠。抬出去埋了，埋了！仲德呀，这人都死了，你还计较个啥呀？他毕竟是你的亲儿子哟，可他给鬼子当了汉奸了，当汉奸了。表哥是当了汉奸，可他是为了保护我，保护武功队才死的呀，该算他赎罪了。啥也别说了，一日汉奸，终身汉奸，抬出去埋了。埋了，埋了！老爷，现在出去。财旺他娘走得最早，紧接着是我爹。没想到我这个儿子也走到我前头了，这是啥世道？啥世道？我家祖祖辈辈留下的家业就这样没了，没了，我们周家绝户了，绝户了。舅舅。
王凯欣怎么可能是汉奸呢？人家刚立了功啊！这没说他是汉奸，他爹是汉奸，这是保真地下党刚刚确认。还是的呀，他爹是汉奸，不等于他就是汉奸呢。李昆仑，这武功就得纪律，你还知道吧？纪律，你呢就是个纪律呗。那区委的意见呢？让他马上离开武工队。上哪儿去？他个小丫头，你让人家上哪儿去？让他先回周庄吧。这就不厚道了。 知道院啊，咱们这么做不厚道啊！人家刚立了功啊，这不厚道啊！这个昆仑，这是纪律。别因为他跟你的关系，你就闹情绪啊！我跟他没关系，这个情绪我也得闹。你就是闹情绪，也得执行纪律。走，我给你块儿去。不行，把话说清楚。哎，丁副书记，你呢？对我们武工队这个情况啊，也不是很了解。我呢，就问你一句：我作为一个武工队的队长，一个革命群众。 受了不公正待遇，我该不该闹这个情绪？我就问你这一句。李昆仑，我听了半天，你跟这王凯欣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跟王凯，我们的关系跟这件事儿并没有关系，你明白没？李昆仑，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赶紧走吧！没事，把话说清楚啊。丁副书记，你要问呢，我就跟你说说。我跟你说说凯欣跟我们武工队这是啥关系。 我也说说我跟王凯欣是啥关系，咱们再说说他爹是汉奸，跟他又是啥关系？李坤仑，咱们现在敌情很紧张，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冒险，先去执行吧。哎，丁副书记，你都听我说完了，我还坐着干什么呀？走啊！就你们这当领导的呀，从来不考虑跟群众的关系，我跟你说。 凯欣，你坐啊。昆仑，凯欣啊，是这样的，你不能待在这儿了，你必须马上离开武工队。 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，你爹他是汉奸。不会弄错了吧？不会的，已经得到地下党的证实了。你们也不相信我吗？所以要赶我走？不是不是。 我们没有怀疑你什么，只是鉴于目前的情况，我们武工队也要转移到别的线去作战，所以组织上决定，你必须马上离开。
你放心的，还有五里路就到周庄了，剩下的道你自个儿走吧。回去以后啊，躲在家里头，能不出来就不出来，啊！队长，鬼子不是说要来扫荡吗？ 那我还能回去吗？不行，不行就找找我哥，让我哥领着你啊，上其他村亲戚家先躲躲。我不想躲，我就想跟着队伍跟着你啊。要不是队伍上暂时有行动啊，哎，开心呐，怎么说呢？ 别多想了，早晚能查清楚，你就放心吧，啊！还查什么呀？我爹都是汉奸，怎么查不都是这样吗？你爹是你爹，你是你呗。不管我是怎么样，你都是武工队的队长。队长，你以后。 也不会再理我了吧？你说啥呢？这是。要不，你还怎么当这个队长呀？开心呐，我就敢向你保证。 至少我是相信你的，这是心里话，真的。我永远都不会不理你，不会忘了你。你放心，只要这仗打完了，我马上查你这个事儿，我肯定把他查清楚。队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 来福，闺女，你咋又回来了呢？来福，你怎么了？你为啥又回来了呢？你回来了？你说你都干了八路了，还有功夫回来看看？ 真是个孝顺的孩子，该去姥姥家了啊！快走，季队长，去，您老走好吧。太阳出来，红霞飞。 是否思念这美呀？天气转变了，硝烟。
该杀的姬一彪已经把他交给了鬼子，就关在鬼子的炮楼里。用点刑让他瞅着。好嘞。我们队长啊，有大胆的想法，想抄他的老窝。他们同意用王凯信交换他们的女人，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，而且他们还同意用我们的方式交换。行了，到家了。